蜘蛛侠原来是这样拍的，来，三秒教会你。首先拍摄一个垂直的玉米，再拍摄一段人物爬行的视频，接着打开快影，导入玉米素材，然后点击画中画，导入人物视频，点击智能抠像，选择人像，旋转人物并调整大小和位置，导入音乐看效果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